怎么了？去吃好吃的了？我要不当演员，我真的不行。你能接受自己这样肥头大耳吗？我能接受。啊？那我就不会嫁给你了。我绝对不会嫁给一个胖子。这个还要看人的内在，不能看外表。就是这个，小集市这种你喜欢的很有味道的，这要爸来了也会很喜欢。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哦，好可爱哦。来到长沙，上锁 CD， 上锁秀，上锁 C floor， 上锁 pro， 上锁美度加上锁 girl， 那么抠走到湖边的。上锁 CD， 上锁秀，上锁 C floor， 上锁 pro， 上锁美度加上锁 girl， 那么抠走到湖边的。全是吃的了。哇。我要吃那个糖油粑粑，这就这个糖油粑粑，一个小份的，只能吃一口。好，可以。臭豆腐，来一个吧。行，来一个臭豆腐，小份的。哎，我要红糖桂花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我的天哪，完蛋了！减肥呢，大家都别冲动啊。瓜凉粉、鸡爪、包菜、第一丸子，老公你看。别买了，拿不动了，没什么，没得拿了，够了。紫苏桃子。一份小份豆腐可以吃，别买了，够了。这一定要去，因为这个是他们最红的店。好，看一看。不减肥了你？九娘蛋不胖的。不甜吗？甜。你在车上教育我那么半天，你要以身作则啊。好，我每个尝一口。你们俩靠近一点好吗？下一个 ，OK。妈，我跟他好久没合照了，真的，可能有一两年。啊，永远接都有意义啊。想着夸你媳妇儿啊？怎么夸呀？夸什么呀？一会儿找机会我给你提词儿。